爵，我们现在距离拿这个博士毕业只差一篇完美的论文了。你们这个班是我带过所有班里面最优秀的一个班，所以我对你们的期望是很高的。雪海，二三，是叶四儿。你这次选择的强电磁干扰实验是我毕生最看好的一个课题，希望你不负众望，给我和学术界带来一个惊喜。放心吧，我会继续努力的。各位同学，你们必须要向薛海学习。小九啊，此项任务看似简单，可这关乎到确实城的长久延续。切记，确实不能落入凡人之手，超凡能量会让人心智迷乱。我们确实城自古只有两个堕仙，一个因爱而堕的织女，另一个则是凡间300年前被派去的使者黑云仙尊，但他心智迷乱，沉迷无欲，幸好他没有发现黑雀石。现在算来，他的气数也应该尽了。小九，小心一点。说的没错，我果然找到你了。临时之间果然是有感应的。很简单嘛，任务完成。近日，本市唯一的精神病院苍井满医院数名患者出逃，多数为年轻少女。如果您发现您的身边有患者少女，请您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。电磁超强干扰第1314次试验，希望成功。耶。观音菩萨、如来佛祖、玉皇大帝、基督耶稣、雷神、钢铁侠，如果小弟今日大难不死，往后一定把你们的照片都供奉在手机里面。我靠，你看见了吗？什么呀？哇，流星！我对你的真心没有质疑，如果说谎就会被流星砸死，被雷。
我靠，不会这么巧吧？女神经真的跑到我家来了。怎么这么邋遢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有没有看见我的石头？还确实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小九，来自确实城。我必须。哎，还紫禁城呢？哎呦，看来精神病跑出来也不容易啊。既然你逃到我这儿来了，就说明我们有缘，就让我照顾你几天吧。啊，你干嘛呢海哥？你看人家找你呢。哎呦我的天哪，什么玩意儿，乱七八糟的。咦，这谁呀？啊，这谁呀？谁？我表妹。妹，你不是孤儿院的吗？哪儿来的表妹？孤儿院的表妹啊？你小的时候就被李教授收养了。编，就是编。干表妹，她是谁重要吗？关你屁事儿啊！我就是问一下嘛，你发那么大火干啥呀？我现在回研究所，你帮我看着我表妹。干表妹，顺便把我家也收拾一下。我收拾我？我警告你啊！他昨天晚上喝多了，而且刚失恋，精神状况不太好，还伴有肾上腺综合症，所以随时有打人的冲动。你可给我按住了，别让他跑出去，会被抓的。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么乱七八糟了。放心放心放心，去去，走了。哎，你表妹叫啥呀？好像叫小九。好像，哎，去去。你们我收拾，老是我收拾。妹，你醒来！我的个亲呀！你是练过吗？海哥说的没错，你果然有肾上腺飙升综合症。妈，这神经病会武术，谁也拦不住。我的石头呢？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啊？什么石头？黑雀石。黑什么玩意儿？干爹，阿宝说你找我啊。你来了。这个是我私人的邀请函。我想介绍多一些物理界的朋友给你认识。自从你爸妈在实验事故死去，把你托付给我，这一次是天赐良机呀。我是希望你在这个陨石项目中得到国际物理界的肯定。啊，谢谢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来来来来，哎，在宴会上记得带一个漂亮的伴侣啊。会的，会的。哎，救命啊！什么？喂喂。
那我去了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哎，怎么又晕啊？哎，哎，哎。你醒了？石头找到了吗？别急啊，干什么事儿都先把饭吃饱了再说。哦，我叫薛海，现在负责照顾你。我的兄弟阿宝正在帮你找石头呢，所以你要不要先去洗个澡？谢谢啊，我不怎么吃东西的。有病啊就得，刚跑出来体能消耗太多了，就得多吃点补补。猎雀石有线索了吗？快了快了。我为什么会到你的实验室来？这句话得我先问你吧。那你当时在干嘛呀？哦，我在做强磁干扰试验。说你也不懂。难道说是因为你的强磁干扰实验意外扭曲了我们设定好的虫洞场，所以才会发生意外的？我去，你不会也是理工科出身吧？怎么懂这么多啊？这是常识啊。这事的确不能怪你，发生这种意外的概率实在是太低了。他不会进去的原因是被学术研究逼疯的吧？所以才一个劲儿的找石头。不行，我得帮助同门走出心理阴影。总之呢，你要是没地方去可以先住我这儿。啊，我睡沙发可以吗？那谢谢你啊，我一找到石头我立马就离开。你刚才说你喜欢花？嗯，是的。你喜欢什么花？我喜欢各种颜色的花在一起，就是花海。小时候，我母亲经常带我去那里。没有确实在身，你的能力便会逐渐削弱，甚至可能魂飞魄散，所以你必须尽快取回确实，并且在凡间七夕夜确之门关闭之前回来。切记切记。只有三成不到的能力了。
谢谢。哎，我们俩做个交易。什么交易？你用设备帮我找到黑雀石，我答应你所有的要求。所有的要求？什么条件都行啊？对，你做我一次女朋友，陪我参加晚宴。一言为定。一言为定。找石头吗？来这儿干嘛呀？不是要参加宴会吗？当然要来买衣服了。难不成你要穿着我的衣服去陪我跳舞？想吃啊，再等我一下，马上回来，别走哦。小美女，你长得真漂亮啊。你男朋友走了，不要你了，哥走呗。男朋友？哦，他去帮我买吃的了。买吃的？给我们，我们带你去吃好吃的。不要了，谢谢你。我们三个人一块带你去吃好吃的。小美女，你想吃什么，哥给你买什么。走吧，走吧！放开我女朋友！给我放了她！你！哎，太极！你！哎！干嘛呢？难道我们？啊！你！这个冬季灵。他没关系，下回再吃也一样。
昨天怎么那么傻呀？为什么不逃跑？我没想那么多，我只想保护你。谢谢你啊，小海。哎，对了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？走。这像不像你小时候喜欢的地方？嗯，像。小九，你看，那就是银河，美不美？嗯，很美。我小时候有个梦想，就是可以坐着自己研发的宇宙飞船去遨游银河。不难呀。嗯，会实现的。小九，你看人生多美好啊，有花海，还有星空。何必去纠结那些没所谓的东西？比如说石头，放下过去的烦恼吧。嗯，是的，正因为这些美好，所以我才要更加努力地去完成任务。放心吧，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去完成所有的梦想，好不好？嗯。陨石少了一块，这石头很圆润，怎么会少了一块呢？陨石在进入大气层前曾经断裂过，在进入大气层经过高温的摩擦就变得圆润了，我吸收它的能力就不完整，残缺的能力就会反噬我。我现在就去勘测一下另外一块陨石的具体下落。我猜想，陨石是在另外一个使者的手上。现在我们不仅要找到陨石，还要找到那个使者。要不万一，他把我的行踪告诉另外一边的神界，我们就麻烦了。
Hello，Hello，Hello！ 为什么我今天穿的这么正式？因为吧，我今天参加一个非常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物理学高峰，你也看到了吗？好多智商大拿呀！哎呀呀呀呀呀！不过好像除了阿海以外，也就说我智商最高了。哎呀，就说我智商最高。一会儿参加宴会的时候，千万别提石头，确实找石头的事儿。我干爹最近更年期。嗯。待会儿你会见到我的养父李教授，他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你可一定别乱说话。李教授。我父母死得早，是李教授一手把我抚养大的，好好表现，他一定会喜欢你的。啊。教授，有眼高。我们确实城自古只有两个堕仙，被派去的使者黑云仙尊。黑云仙尊，您看起来很亲切，也很熟悉。虽然我跟你的父母是世交，何止啊！我最重要的东西也在您那里保管着吧。小孩子真不懂事，这东西不一定是你的。快把石头还给我！完了完了，又是石头，又犯病了。已经是我的东西。怎么还给你？你说是吗？哎，回来行了，别闹了。找我的石头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我不回去。先生，对不起，先生，对不起。海哥，海哥，你看这个像不像小九？我真的不能赶走。你别给我。
天不来做义工呀，海哥？哎，别烦我，没心情。跟你女朋友还没和好呢。什么女朋友？你少蒙我了，你身上几根毛我还不知道，那个小九肯定不是你干表妹。你倒猜得挺准的。没事儿，反正你又不是第一次被甩，不是还有女博士呢吗？你给我滚蛋啊！二十多年的天才经历，地球上是不会有这种色质的石头存在的。辐射值这么高，还不是地球上的元素。该不会是前几天的陨石碎片吧？海哥，海哥，海哥！往哪儿跑？乖乖的跟我回去，教授会放过你一条命的。好，关门了呀。这小子怎么又把电话落我这儿？我要交一个很大的任务给你，就是让你去找今晚坠落陨石的碎片。
但是我的磁干扰项目已经有了新的成果。其实我研究出一种新的元素。废话，我叫你去找就去找。炼狱仙尊，你看起来很亲切，也很熟悉。你的干爹，你最好还是小心点为好。滚，滚远点，滚啊！所以小九说的都是真的，所以小九不是疯子，他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小九，我错怪你了，你还好吗？你到底在哪儿？花海，一定是在花海。石头，你杀了我就一辈子都找不到陨石碎片了，你找死！教授，发现薛海的下落。等一下，看到他好朋友的尸体，看他还说不说实话。陨石碎片交出来，我就饶了你们两条小命。我们什么都不知道啊。不知道，那我就用一些方法唤醒你的记忆。赶紧救他！干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大哥，他已经不是你认识的那个李教授了，整个都叫做禽兽。小孩，你跟你的父母一样蠢，为什么要背叛我？为什么不像蝼蚁一样那么听话？当年你的父母天资很高，帮我完成了不少科研的创举，可惜呀，就是不听话，偏要揭发我，那我也没有办法。你要不是你还是个苗子，可以帮我寻找延续能力的方法，你以为我会让你活到今天吗？禽兽，你好。快说，另外一块黑缺石在哪里？小九，我很想知道你的战斗力有多少。你只有三成的功力，还想来英雄救美？不对，是美救英雄，对吧？
小静，放了他们，黑玄石跟他们没有关系，是我们俩之间的事情。放了他们可以，你把石头交出来，我就放他们一条生路。不要啊，石头给他了，你的任务怎么办？我们说好了一起完成所有的梦想。再说了，这人禽兽不如，你以为把石头给他了，他就能放我们吗？对，不要相信他，我亲眼看见他杀了好多人，他就是个变态。可是，我不能让你们死啊！你们俩是我最信任的人，完不成任务，那是我一个人的事情。小小，海海，对不起，我一直隐瞒着你。谢谢你给我带来这么多美好的回忆。哼！石头在我这儿，放了他们，你冲我来！蝼蚁一般还想跟我拼命？海哥！海哥，阿海，海哥，阿海，海哥，阿海，你醒醒啊！阿海，你说过我们要一起完成梦想的，阿海不能死啊！我怎么舍得死呢？你看，我帮你找到石头了。怎么样？伤没事吧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你做了什么？咎由自取。我之前跟你说过，我成功提取了新的放射性元素120，发现这种元素与确实中的同位数只差一个单位，却有着完全相反的元素属性。恰恰在当晚的磁干扰仪中加入此元素，才能意外地把黑玄石打成两半。我就是用这种元素造了块碎片给你，没想到你太着急吸收能量了，要不然怎么会骗过你？哼！什么时候研究出来的？我为什么会不知道？我告诉过你，是你忘记了。这就叫自作自受。我是神，我是神啊！我去看看啊！连个渣都不剩，阿海，没想到你们那儿的死法还挺环保的。要知道，现在墓地的价钱都快赶上二手房了，都要死不起了。这也许就是长老们所说的天道吧。来，起来。Mm-hmm.
不疼啊？阿海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你不是想学飞吗？我来教你。学呀、啊！假装着自己牛逼，牛逼呀、啊！还是一样，像没来一样。路过有太多假象，原来你不同，原来我不懂，念念不忘方寸万重。小九，对不起，我正式跟你道歉。我之前不怪你们，长老们不允许我说太多，说来也是我连累了你和阿宝。要不是你们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小九，你可不可以？你真的要走吗？可没办法陪在你身旁，那片花海虽然走残残，我刚从教授实验室找到的。谢谢你们帮我找到黑雀石。阿海，阿宝，我的时间不多了，雀之门马上就要关闭了，所以我必须要回去了。沈岩妹妹，这就走了？其实我还有很多话想和你说，主要是技术上的问题。小九，你曾经说过我们要完成所有的任务和梦想，你可不可以？阿海，你还有什么话想对我说吗？没有。没有。阿海，其实我特别害怕分别，也特别害怕犯错误。你说我会不会像织女一样？牛郎织女那只是童话故事，你在我心目中是最完美的。当我第一天见到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与众不同。你别看我平时这个样子，其实我对你是认真的。其实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，其实我想说，我想说，我爱你。宇宙上升。
纵飞身，置身银河，顺开天门。小九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还是一样，别来无恙，假装着自己坚强。还是一样，像没来一样，路过有太多假象。原来你方寸万种，原来的拥有，原来的厮守，回忆中就是幻虚空。两两相望，却把心隐藏，很没看透眼前的。他的观测显示，太阳黑子近期将爆发。小九走了有一年了吧？你还活在吗？太阳粒子到底咋想？会对我们身边的电磁设备产生一定干扰，请听众朋友们近期减。你不能老把花海当第二个家吧？可爱又可怕的七夕又来了，单身狗的你还在幻想天上会掉下个仙女吗？你啊，做个了断，要不然去找他，要不然就好好过日子。去找他？你没毛病吧？我跟你讲啊，120新元素可以击碎缺之石，那反向同位素是不是也可以建立与缺之石同样的引力场？说不定啊，我们作为天才就要打破不可能，对吧？嗯。你刚才说了比牛顿还牛逼的话，你恶不恶心？我有女朋友了，好吧？饥渴成这样，还有时间，没准今天晚上我就能见到小九。走，上车。我说啥了？